震撼震撼，非常棒。因为如果是只是一个艺术，就好像没有另缺一个味道，但是这个艺术里面有这个轮回观，有因果观，也有人性的这个善良啊，所以是一个善良的循环。我相信这个会改变世界，或者是说善良跟这个好的这个力量呢，会一定会影响更多人。仓萨贡格仁波切与妻子首次观赏神韵，他赞叹神韵演出带来善的循环和力量，正在改变世界。我觉得这个作者他其实真的非常有这个智慧跟方法，能够可以不同的心思艺术这种传达是一定有背后一个神的力量。善良跟慈悲是一切生命的这个生存的基础，所以也许创作者也有更高层的这个精神来把这个内容能够可以展现出来，另一个语言来去表达人类，让人类能够可以感同身受。神韵艺术家修炼法轮大法，遵循真善忍的道德准则，使得演出更富有深度和内涵。仓萨贡格仁波切受到感动。当你做任何艺术的东西，必须得有，首先你的动机好，二你必须得有静心。一旦你有静心，你就会才懂人性，你才会创作出来这么好的东西。一旦你的心是不正，心是乱，你就做不出这么好的内容跟这么好的智慧。我们身为人类应该有信仰的权利，自由的权利，来去我们最底线的这个善良来表现这个美好的世界，干净的世界。他敬佩并感谢神韵艺术总监，让世界更美好。新唐人亚太电视佘志成、罗倩婷、林佩云，台湾苗栗报道。